你食唔食嘢啊？唔食啦，食得都会肥噶。咁我煮下个鱼生饭啦。すみません、海鮮丼ください。ネギなしで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乜啊？鱼生饭要讲咁多嘢嘅咩？哦，头先系讲我要鱼生饭，同埋唔要葱。你睇下兜饭，冇葱嘅兜饭。嗱，咁冇葱嘅日文咧就系ネギなし。ネギ就系葱咁解啦。所以ネギなし。唔得，点解啊？因为咧，日本人咧系唔中意 share 当类之类嘅嘢食噶。嗱，当类咧拉面咧，日本人都唔中意 share 噶，因为有种唔尊重佢哋嘅表现喺度噶。咁即系 po IG 都得啩 ？po IG 又得。いただきます。喂，嗱，日本禁忌啊，你讲噶，冇得 share 噶。收我哋咩枝豆费啊！我都冇食枝豆，我要投诉。哦，枝豆费咧就等于我哋喺香港饮茶嘅茶钱咁解，你有冇食咧都一定收噶。哦，原来系咁，咁埋单啦 ，check please。喂，冇，你咧埋单唔可以咁样讲噶，你咁样又大声又讲英文，人哋唔理你噶。嗱，埋单嘅日文咧系 kai ke kai ke。如果你想有禮貌啲咧，喺後面加個お願いします。開けお願いします。好啦，開けお願いね。します。します。係啦。啱啱先食完飯，你又食朱古力啊？我唔係而家食，日本餐廳咧係唔俾帶外來嘅嘢食翻嚟㗎。我食朱古力咧係因為聽日我有 exam 啊。嚇？關咩事啊？食朱古力會聰明啲嘅咩？系，因为咧呢包朱古力咧呢个品牌咧叫 Kit Kat， 咁个日文读音咧系 Kitdo Kado， Kitdo Kado， 系啦，咁咧就代表一定会赢咁嘅意思嘅，咁啲人喺考试啊或者比赛之前咧都会去超级市场买咗呢包嘢去食噶啦，再唔系咧如果你想方便啲咧，你去食猪扒饭 ，Katsudon， Katsudon， 系啦，猪扒饭都有胜利嘅意思喺度噶。哦，咁呢包俾我啦，我听日约咗个男神啦。一定得噶啦，咁。